哇！今天又要来看豪宅。Hello, 老板，我先讲楼下，然后再可以，因为太多了，我也不晓得要从哪开始。我们会迷路嘛？帮我靠感觉小的。嗱，而家係你注意啊！依個成個區係冇人，佢就閂曬燈噶啦。啊！跟住過一陣，當我入去嘅時候，你注意一下啦。哇！你注意我哋啦。沒有，他自動關門。開啊！哇！你注意我方位呢度啊，開始慢慢添翻落。啲燈光開啦，幫我哋個裝好啦。當我一detect到我，我要打裝啦。哇！已經照射我啦。開工！耶！可以远一点吗？你可以远一点吗？对啊，太帅！嗱，你注意喎，呢部 lift 咧，佢冇头顶嘅限制空间嘅，哦。你就算真真一張十尺梯喺上面都冇問題，你慢慢影住住。你睇下喺上面好似一個天空之城咁啊！你好似入咗個太空艙入面。哇！係專門。哦，我知得轉三樓。轉三三樓啊！哇，到頂啦！Hello 啊！三楼，哇哇哇哇哇哇哇！好神速啊！你而家变咗咩出嚟噶？而家又变咗个楼梯噶啦。哦哦，咁嗱，你有时啲屋主咧，每次如果屋顶漏水啦，弹啲有问题啦，系入咗啲啦个梯之后咧。你想上去睡覺都沒問題、啊、對對對，要逃避老婆的時候假設我一靠近的話，我不用進去了，我可能看一些人啊，他就會變透明。所以如果我真的要進去了，我就用 hand swipe 咯、这样我捧著那個菜其實也不需要說、按什麼 button 啊。 So 好的，你出來啊，你出來，你出來，你出來。哇！然后他就会告诉你们现在有人了，然后他就你可以有及时的去阻止这个事情。Call police, call police！ 你走啦，我哋报警啦！欢迎光临啊！啊，请入。当我开门的一刻咧，你已经 trigger 咗我个灯噶啦，你注意啊！一入嚟，晨早起身，你就歪啦，你就歪啦。所以你唔需要一定话要有屏幕啦，你嘅手机啦，啱唔啱？嗱，譬如话而家，嗱，当你入去，佢系全自动嘅，只要我手一到呢个位置。我的缸就会慢慢慢慢垂下我的手腕上、所以如果我要再低一点呢，我就叫你不要那么高Harry Potter 冲凉开始，注意了、
所以到半夜十二點呢啲燈就唔威㗎啦，你就會開18000俾我。我仲可以睇埋幾多錢㗎喎，等我撳 cost 嗰時候你就會俾我知啦。我尋日用咗36蚊，前日用咗29蚊，嗱日子都乜有噶。每一個區嘅 usage 我都可以睇到，我嘅冰箱啊，我嘅ground floor 嘅 aircon 啊，甚至乎server room 用緊幾多啊。老板，那家怎么样？真的是非常棒，不晓得老板需要嘎嘎吗？我要找开业。开业，开妈开业。呢个世界仔啦。老板咧，好嘢，佢人生嘅目标嚟嘅。我太中意你啦！太中意，快点过去啊！SmartZone.